我准备用什么？用仿古宣啊，用仿古生宣呢，画几个不同颜色的牡丹。因为我接到了同学的一个微信哈，就是老师的颜色我老抓不准，老抓不准，画的吧，调色调完了以后颜色不理想，原因在哪里啊？今天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讲。第一个，你画牡丹的笔一定要投干净了。搞清水投干净了，不能有一点杂色在里边，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画牡丹，画浅色的牡丹，一定要先调大白，调到笔根儿，逐渐地再调你所喜欢的颜色，一点一点的过渡，啊。第三一点。画深色的牡丹，画深色的牡丹，比如说画这个颜色的牡丹，不需要搁大白，不需要搁太白，啊，要搁啊红色的稍浓重一些的，不能太淡了，太淡了以后你再调花青，调色啊，再调花青，大红调花青的时候呢，肯定要显得灰了吧唧的，啊，灰了吧唧的。所以说要浓重一点啊，但是不是说挺厚挺厚的啊，像浆糊似的不行啊，要多调，把笔肚的颜色都得调进去，调到笔肚啊。今天我画三种颜色的，第一个画水粉的，这个颜色怎么调啊？这个颜色怎么调啊？水粉的是太白，太白加上玫瑰红，记住了。太白加上玫瑰红，啊，我今天就开始演示这个啊。孙玉梅啊，送了感恩的心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咱们积极配合啊，积极配合，都老会员了啊。这点常识都知道了啊！学校很不容易，现在学校接到了市政府的电话，立即停课啊，全力配合啊，为了保证咱们学员在疫情期间啊，精神生活能够充实，不耽误课题呢，一定要保证咱们的线上课，保证咱们的线上课啊。老师呢，在家里边啊，在家里边也在积极的。为咱们全国各地的学员啊，为咱们全国各地的学员呢，在服务啊，在服务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应该给咱们冬青亭老年大学的所有的领导和老师，给他们一个鼓励啊，给他们一个赞美啊，给他们一个赞美啊，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啊，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啊，空谷幽兰啊，空谷幽兰啊。也送了鲜花啊，也送了鲜花，谢谢啊，代表学校谢谢各位啊，所有送鲜花送鲜花啊，给予鼓励啊的所有的新老朋友啊，我呢啊，立秋也进入了啊，立秋很忙啊，立秋啊，立秋是咱老学员了啊，干着工作，然后还业余时间呢，忙中偷闲呢，在学习国画啊，也非常执着。啊，非常执着啊！秋实也是咱们老学员啊，琪琪是咱们的新学员了啊，刘玉春啊，这不太熟悉了啊，是的啊，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啊！今天也许时间长一点，我稍微延长一点时间，让大家呢多学习一会儿啊。很多学员说，林老师的牡丹画得好看，但是呢很难学，这是很正常的啊。要想画得好看。啊，就有一定的难度，有一定难度不要紧儿啊，我们一个一个破解，一个一个的突破啊，一个一个的把它解决了啊，这样就好办了。其实都是窗户纸儿，我跟大家说，掌握规律以后啊，画起来就得心应手啊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立秋啊，谢谢立秋啊，门玉洁也进入直播间了啊。谢谢啊，这是老会员啊，我开始了啊。
欢迎大家早一点进入直播间啊！现在开始了啊！今天可能稍稍晚一点，让他啊时间稍稍延长一点啊，大家多学点东西啊！我先调太白，画哪个颜色的呢？画这个颜色的啊，水粉的啊。这个纸我看了，我试了一下，挺好。这个纸呢也是生宣纸，是仿古宣，但是呢它呢不是很阴。哎，我昨天试这个效果挺好，我所以说就拿这个纸给大家做演示，好不好？能看清吧？调太白，把太白调到笔根儿，一点一点的往里渗透啊。这都是我昨天剩的啊，盘子里剩的雨色都能用啊，都能用。水分掌控好啊，水分掌控好。天凉爽了啊，大家少遭点罪。这一热起来以后，浑身黏黏糊糊啊，胳膊也粘纸，纸也效果也阴是吧？但是我们挺过来了啊，我希望一天比一天凉爽才好，别太闷了，太闷真受不了。一天冲澡冲2遍，哎呀，看看这个盐啊，这个水分调的怎么样啊？一定记住刮一刮，从笔根开始刮，用盘子边刮啊。用盘子边刮，刮完了以后再上去，啊，再上去，啊，再调，啊，调，让白粉吃透，让白粉吃透。白粉吃透，刮干净了，然后再调什么？玫瑰红，记住了，这是玫瑰红啊。化水粉的，用玫瑰红比用花青，比用那个花青要好一些。花青用不好就暗了，因为花青比较重啊。用玫瑰红，大家开始试着用啊。我今天准备画3种不同颜色的牡丹，大家看看怎么调色啊？调色是我们画好牡丹的关键中的关键。色调不好，神手也画不了啊。所以说呢，在盘子上的功夫活吧，大家不要忽视啊，不要忽视。你看看啊，没事儿啊，就没事儿哈，就是在画之前，一定这个动作啊，手在捻动，手在捻动啊，笔在转啊，颜色逐渐在往上窜啊，往上窜。啊，不能有色阶啊，水分要掌控好啊，刮一刮这些小动作，千万千万不要忽视啊！看看啊，我今天时间长一点，让大家多看一看这块啊。而且笔肚旁边的地方一定是白的，千万不能这么调，这么调来调去，笔肚一旦沾点深的东西，你就不好变颜色了啊！看看好了，开始了啊！我裁了2块纸啊，这个纸挺好。啊，我一用这个纸了，大家能看清就行啊。我开始画了，不白呀，这块呀，不白呀，我还得搁点白的。笔肚再搁点白的啊，笔肚再加点白，怎么搁？怎么加？各位，不要把笔尖放这儿啊，直接这么调就行了啊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我再教育大家呢一种新的画叶子的方法，啊，新的画叶子的方法，哎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啊，好了，一定要白，哎呀，搭出框架，啊，搭出框架。手腕子要灵活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
可以了，搞这个干净的纸擦一下子啊。好，接着画第二层的反瓣儿，接着画第二层的反瓣儿，第二层反瓣怎么画？也是笔尖对着自己的胸口，笔要躺在纸面上，不能这么画啊，不能这么画，要躺在纸面上，啊，离这个桌子板呢，也就是1寸半左右。有的这个不行啊，一个侧，侧锋出虚实啊，看着啊，推，推，啊。大小不一啊，大小不一，长短不齐，宽窄不一样，别整得像牙似的啊！一边长啊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个时候回过来，在盘子里边再调一调什么？再调一调玫瑰红，笔尖稍稍深一点儿，逐渐过渡啊，开始画什么？画反瓣的地方啊，看着这位啊。大家看啊，能看着吧？同学老给我提意见，说老师你这个老不注意挪纸，不注意挪纸，给我们急够呛啊！哎呀，我只有道歉了哈。啊，好，改进啊！看到没有？就这么画啊，这么画可以吧？打一个重线，勾一个重线，这样还不阴啊？但是速度稍快点，别慢了啊，水分掌握好了。这个线儿可以打吧，然后把笔放倒，推，推，穿上去，这里可以了，啊，这边弧线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啊，别管它上面好不好看啊。先把这个确定了，然后上面再加瓣儿，出去，啊，出去，大瓣儿啊，笔尖儿一定要一步一步加重啊，不是一下子加重的啊，一步一步加重。这个啊，往外咧，画弧线，圈过来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就这么走啊。然后这个瓣儿，啊，这个鼻梁吧，它这个反瓣这个卷边啊。看出来了啊，现在的任务中心是什么？把反瓣和身瓣的中心线啊，就是中心线，也就是区分的线哈，给它把握住。啊，一会儿再找形啊，一会儿再找形。一会儿再找形啊，哪个地方齐了，找一找啊。可以吃，吃吧。
这都齐了，一会儿都处理啊。这半齐了，都处理一会儿。哎，加一个半就解决问题啊。水分不能过大啊，但也不能拉不动笔太厚了啊，一步一步来，哎，压上去以后马上提笔啊，马上提笔，就像毛写毛笔字似的啊，压完了要回锋啊，大家知道叫回锋吧？贴一个半儿，哎，就把这个齐的问题解决了啊，很好解决。这个时候啊，要把花心的地方要加重了，怎么切啊？怎么切？大家看看啊。有些白的好看的卷边可以留着它啊，可以留着它，不好看的把它去掉。花型需要调整了啊，上面不好看，怎么办？夹板。看准了就下笔啊，别犹豫。它就是个搭配的组合啊，单看某一个瓣它不好看啊，组合起来就是一朵花啊。组合的好就美，组合的不好呢就是稍差点啊。喜羊羊啊，也送了点赞了啊，谢谢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梅雨洁啊，梅雨洁老会员啊，也送了鲜花啊，谢谢谢谢啊，我这低头画画我就不注意了啊，谢谢各位啊。
为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员工啊，所有的老师为他们点赞，他们很辛苦啊，因为我常接触他们，很不容易啊。这时候开始修理了啊，哪个地方好看，给它突出一下子，不好看的给它删掉啊。阴面的地方需要给它加深啊，需要给它加深。凹陷的地方，看这个反瓣，你看我这么一圈，是不是很明显了啊？这个也是如此啊。最后啊，这个花心深的地方，再加点什么？再加点胭脂也可以。啊，加深一下子啊，因为全是玫瑰红的，有的时候呢，它压啊不是很明显啊，可压可不是，可割可不割啊。我有时候有不割啊，但是呢，咱们学员要是在画的时候割一点也可以啊，割一点可以。我现在就尝试一下割啊。趁着它没干啊，赶快加重啊。啊，不让它对称，让它层层包裹着啊，一层一层的啊，就出现了啊。大家看看这个效果，我现在还没搁胭脂。找点胭脂搁上它也行，点一点就可以。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玫瑰红少加一点胭脂，把最重的地方啊切一下子再啊，看到没有？笔尖冲下，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切，提，切，提，就这么个过程啊。没有钱买。有的先生，老师，我一到花心这块，我就不知道咋处理啊，怎么处理？那也得一点点来。记住了一个规律啥，就是浅瓣的边缘处一定有深色跟着，否则的浅瓣抽不出来。花型哪个地方不好看，不是很明显？切一下啊，
我给他那个短裤脱了，我让他喘气儿。行，啊，不一样的平，不一样的平行。好了，这个画啊，往这边倾斜一点点，然后这边大，那边小啊，根部这块可以再加加深，也可以。行了，这是一朵啊，这个颜色的啊，一会儿点上花蕊，我把笔涮干净了，再画一朵。刚才说的大红的，一定要把笔涮干净了，那个白的，白的不能要了啊，白的。平静啊，点赞了啊，谢谢谢谢啊。看看，涮完了以后，这个水是浑的，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啊？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一定把它什么，把它洗干净了啊！洗干净了啊！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互动啊！积极参与互动啊！为我们学校点赞啊！为老师点赞，为我们自己点赞。画大红的，老红色儿啊，就是这个颜色的啊，这个颜色的，这个颜色的啊，盘子要干净啊，盘子要干净。洗大红，花青。不要搁白的了，这个啊，不要搁白的了，开始调了啊，看着，这是大红，这是花青啊，先调大红，调到比例三分之二处，三分之二处啊，然后调花青啊，调花青。今天有一个老学员就说：“老师，我画的这个大红牡丹怎么颜色跟你的颜色不一样呢？怎么灰了吧唧的呢？”我说了，我当时就看出问题来，就是它调的颜色太淡了，全是水了啊。
粉了吧唧的，再加上那什么，再加上花青肯定是灰啊，所以说这红色要浓淡一些啊，要浓淡一点，要厚实点啊，也就是调到一定在什么，在你的鼻囊里边渗透到鼻囊里边，一点一点的加重，不是一下子啊。你看我这调的就很厚了啊，很厚了。我说这厚，并不是说调的啊浓度厚，而是让它什么笔根里都吃进去啊。所以画红牡丹花调色非常关键，我这是三大要素哈，大家您记准：调色、运笔、构图啊，这个花型的造型啊，叶子的分配。啊，这三大要素解决了以后，各位都是画牡丹的高手，啊，记住这三个环节：调色、运笔啊，调色、运笔啊，构图啊，好了，老红色出现了啊，先画浅色的啊，画这个方向吧，换一个方向，看到没有？很随意啊，很随意啊，怎么圈怎么有理啊。外形出来了吧？加一笔多一笔少一笔都没关系，不行就给它盖上了啊！可了，这种情况下完了以后，回过头来加重颜色，加重也就是花青要加重了，花青要加重了啊！各位看到没有？花青加重，笔尖更要重。稍稍挺一两分钟最好的效果，啊，它不阴，啊，它不阴。然后呢，你在接触的时候呢，这块呢，它能够开始了啊，起瓣了，身瓣出现了，一笔完不成，咱们两笔连着来。两笔完不成，咱们三笔连着来，尤其是大反瓣的时候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笔尖重，下去这一笔，花青再来一点点。啊，你颜色你分量够了以后，它就不会出现刚才老学员说的这个问题了啊。笔尖儿，哎，滚动，回过来。就是深浅的组合，一深一浅，一深一浅，压着走，它就出现了这个效果，是吧？这块儿切。这块碎片多，我再加宽瓣儿。
大瓣儿，是不是就衬托出来了？外边边缘这块再加一个。非常的油润吧，那是调色调到位了。你调不到位的话，干了也不行，湿了也不行。这会儿先空了啊。推，上去。这个颜色吧，艳而不俗啊，火红火红的啊，不是大红色的啊，别整太纯的颜色，整太纯的颜色这真不好看啊。柔笔啊。写意画就给我们这个随意的空间，想咋画咋画，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是吧？这边齐了一会儿，我再修理它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心里没有，多看。多练啊，多观察啊，没有别的办法啊，没有别的办法啊。画的100朵，再来点蓝的，一定要加重。画清呢，弄哪儿去就，是。这块饺子缺点东西，这块啊。压重，压重。你看看，这样就好看多了，是吧？所以说的，里边花心这块怎么切了？好切了吧？这块流出来了，都白的。就这个跟像小五星似的块，这块都是需要加重的了啊！看着啊，该留豁口留豁口啊，别太圆了，太圆了不好看，发板。
这个白边留一小点也没关系啊，不影响美啊，不影响美观。不到位的地方，适当的在它没干之前，给它补上。啊，给它补上。营造一种啊美的感受啊，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的训练啊，怎么画的好看啊，雍容啊，华贵啊，娇艳大气啊，这都是需要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呢，长期的训练啊，长期训练才能达到的。好了，基本上可以撂笔了，啊，可以撂笔了，啊。啊，这是最深的地方，啊，可以点画心的地方，啊。可以点画心的地方，是吧？这边再搁一个深的也行，嗯。又一个小瓣儿出来啊，大的小的层层包裹着啊，互相簇拥着啊，形成这么一个哈，很丰满啊，很艳丽啊，很华贵的这么一个啊大花头啊，不让它相等，不让它对称啊，不让它相等，不让它对称啊。这两个花头给大家画完了啊，两个花头画完了啊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种颜色的啊，都没点花心啊，没点花心，我笔把笔就算出来啊，重新来，画一种蓝色的牡丹，蓝色的牡丹呢不能画什么，不能画太重了，太重了不好看啊，蓝色的牡丹啊不能画太重了啊。我裁那张纸哪儿去了？这张纸呢？这个纸呢？我裁两张纸儿。是他刚才拿的，拿你。我搁那儿了。你拿你的吗？你小淘气呀、啊！你给我整撕了！
你都说是你，你给我添乱了。快去洗吧，你不洗完。健康李淑艳啊，李淑艳进入直播间，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啊，咱们共同学习中国国画的国粹啊。我把这个先放一边好不好？没有点花心的啊，最后再点上花心，先放一边，再画一种蓝色的啊，画一种蓝色的。今天的时间呢，给大家延长一点啊，大家这个时期呢，咱们多学点东西吧，是不是？在家来打发我们的时间啊。调大白，太白啊，调太白。别说话啊！太白湖蓝。群青啊，太白湖蓝群青，刮一刮水啊，调太白。多余的水都给它刮出来啊，然后呢再吸到鼻囊里边。刮完了再吸，吸完了再刮啊，反复两三次啊，这时候呢鼻囊里边基本也就渗透太白了啊，不是水了啊，看看一刮就出来了，然后再吸进去再刮一下子，这就差不多了啊。古兰啊，古兰。少搁一点群青啊，刮一刮上面的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刮一刮啊，考试下笔了啊。画反瓣一定要窄一点啊，窄一点，不能太宽了，宽了最后你得切，你得往窄了切。第二遍啊，不是第二遍，第二层反瓣啊，这个时候你就给它找找形了啊，太宽的给它变成窄瓣啊。让它大小错落就行了啊，笔尖儿加重，这边先不管它啊，处理这边。
有的学员说："老师，我这找型不会找，一找就找乱了，不知从哪下笔的啊，拿着笔不敢动了啊，过于拘谨，没有必要啊，直接就啊就大胆下笔啊，这嘎、个啊、下不对了以后呢，再给调整啊。你像我在这儿来一个，千万别慢了啊，慢了一定没好效果啊。"那咱们这画反半，有的老师连反半不画，就是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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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深浅，就是也是牡丹，能他说不是牡丹吗？咱们是在那基础上呢，稍稍细化一点，稍稍美化一点啊，就给他啊出来反半啊，出来反半好看一些啊，层次空间感好一点不画反半的牡丹有的是。就是记住旋转往上一整就完事儿了，一样。群青再来一点，古兰加群青啊。这个花苞过大的时候，过圆的时候，给它调整调整，啊，往里一收就妥了。画一个一个样，画一个一个样，是吧？不能太黑，我看有的学员吧，画的太黑了啊，太黑了啊。
这块齐了，我再给它泼一下啊。啊，你看加这一个瓣儿，这块就受看了，啊，不加的这块太齐，啊，太齐了。大家能看出哪个瓣哪个瓣了吧？能分出来不？加群青啊，湖蓝加群青是这个颜色。这个的位置再加点花青。要加深，花青怎么也找不着呢？少搁一点花青调到里边啊。少搁一点花青，加重。这个就一点花汁啊，点花汁就完事儿了啊。
就这么地了啊。三朵花，蓝的、红的、粉的，啊，我给大家现在点不点花蕊啊？点不点花蕊啊？我给大家点上花蕊啊。这个先让它停一会儿啊，先。重一点，然后把笔涮干净了，大白云笔，啊，用什么？用藤黄太白。藤黄。太白。稍稠一点啊，稍稠一点。弧线啊，都是弧线，不能走直的啊。碗状弧线，有疏有密。可以夸张一点啊，在外边啊都可以点上一点啊，它从这个缝隙啊，从那个瓣的缝隙当中钻出来的花瓣啊，钻着花心啊，这样活泼一些啊。那么现实当中有没有？有的有，有的没有啊？好了，这个就完事了啊。再点这个，点这个花心吧。如果点黄的不是很明显。啊，我先点一遍，先点一遍黄的，然后再加啥？胭脂啊，加胭脂。胭脂。规定是一个小时，咱们按一个半小时安排啊。下午还有一堂课，马班的课啊，骏马课。
字母表的功能嘛，那个亚斯罗的那个，马克思那个铁心。别说话。可以了啊，点到了，行了，这两个花心儿，随便的啊。隔两片叶子啊，叶子也有树有蜜啊，啊。枝干要合理穿插啊，我这随便画一画了啊，粗糙一点的叶子啊，这边出岔了，哟，太干了，太湿了，意思到就行了啊。浅花，记大家记住了哈，浅色的花可以什么？可以把它叶子呢贴在什么？贴在在花的边缘上，深花尽量留在整个的啊，留着它啊。一定要吐出血啊！这个也完事了啊，蓝的，点花蕊。刮一刮的，
大胆的点啊，这熟了这就好办了，这回。我碟子里剩这些杂色儿啊，哼，我混到一起啊，侧风啊。压了错落啊，留出白来啊，不能整得太满的了，全是叶子，画满了都，画满了，画圆了，都不好看啊。有的朋友一画叶子画圆了啊。这个在这地方，它俩错位，不能平行，一平行不好看。枝干也加强练习啊，枝干。不好看，你不要它去。比度使劲儿啊！比度使劲儿啊！可以了啊，不够冶金了，不够冶金了啊！大家看得清不清楚？梅兰竹菊啊，蓝天啊，这些老话有王树琴啊，静静啊，都进入直播间了哈，欢迎你们啊，欢迎你们互动啊，欢迎你们参与啊，欢迎你们提出建议啊。这是蓝的啊，怎么调色？我跟大家讲清楚了，不重复了啊。叶子怎么布局？我又讲了一遍啊，千万别画圆了啊，画的跟花圈似的。我跟你说，那简直一千不值就啊！我今天再提醒一遍啊，画叶子一定要注意布局啊，纸是好纸，画满了啥都不是啊，留出空白来啊，这是一个，这个颜色怎么调啊？叶子怎么画？啊，粉色的怎么画啊？今天的课呢，咱们整整是一个半小时啊，是为大家在，付出吧也算啊，付出啊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啊，感谢你们啊，华姐又送了鲜花啊，立秋又送了鲜花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建议，打上文字啊。
还需要再画点什么？哪个地方不明白啊？继续文字，我当场给大家解答。五分钟时间，微臣老师啊，郭淑华啊，还有什么建议？因为我的那个公益半公益课呢，我停个十天八天的，半公益课我停个十天八天的，公益课这块我认真给大家再补一补啊，给大家补一补啊，然后跟上咱们的这个半公益这个课这个进度，是吧？张任之也进入直播间啊，青山进入直播间啊，大家有什么建议，有什么要求啊，尽管的在文字上给我提出来，然后呢，咱们下次课咱们不断改进啊，难点是什么，困扰在哪里，都告诉我，然后我今天就给大家，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啊，啊，给我点赞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。谢谢，今天重点是花头颜色怎么调，我是有针对性的啊，有针对性的啊，我用的是仿古宣纸啊，粉色的怎么画啊，枣红色的怎么画啊，蓝色的怎么画啊，我都给大家做了个现场演示啊，做了个现场演示啊。